将他牵挂，就寄生于他，大不了一同腐化，努力进化，小动物世界都太假，祖先已抹去爪牙，将爱相杀，一定有更好的办法，攀比一下谁先跪下，不再进化，动物世界里都。这首歌挺帅的，好久没听了。被风裂，江湖乱，舞刀剑，弓上弦，不狂妄少年，挥一挥手，逍遥红尘就掠过指尖，纵世间凭红颜，风若起水中月，扰乱了黑夜，是谁偷偷躲藏在阴儿下情不绝，心如迢迢生。一坐飞机啊，我靠，稳健一把。每天几点起来？每天我都不一样，我感觉每天我起来的时间都不一样，然后有些时候不睡，比如说今天就没睡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还有点精神，挺好。对呀，起得会早，或者是直接下午睡几个小时，晚上起来直接通。直接通宵到第二天。不然正常睡的话，早上 很早起来，睡够时间睡够了，他也没精神，感觉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是有点压不住，那些喜欢用二倍 M4 的人是什么操作呀，我靠，二倍 M4 人都瞄不中啊，我感觉隔远一点全靠运气啊，打人打中了，他觉得自己很准，其实用红点能更准。哼，他说原来二倍这么好用啊，其实就是运气好，只是运气好把别人打死了。早起好，是呀，早起好，大家别学我呀。我身体最近有点扛不住了，会看着发黑，我还好吧，我还好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从小就比较黑，我长得比较黑，看不出来。
拿三倍的，三倍是可以拿，三倍是可以拿，三倍确实是一个很好用的，小背景，用来泼射的，就这种距离啊，就这里到这个厕所的距离，这种距离，其实都差不多的，其实都差不多，只是个人习惯罢了。他开镜慢一点，其实，他唯一能弥补红点，你看这个距离。其实用红点一样能精准的泼，但是呢，三倍有什么那个啥好处呢？比红点，红点这个距离它要屏息，它才能做到精准一点。要不你开镜预瞄点没准，很容易马枪。用三倍它就不用屏息，你不用屏息，这个屏息是有时间的，对吧？屏息过了你屏不了息了，三倍就不用屏息，它一直那么大，这就是它的优势，好吧？它的劣势就是。开镜慢一点点，所以说差不多的，看个人习惯，没有必要去一定要带什么三倍，没有必要一定去看别人哦，看别人什么猛男哦，猛男就必须要去玩的厉害的，别人高手都要带三倍，不是这样的，个人习惯而已，不要盲目的去跟着别人学，你觉得自己这个东西带着有用，你就带就行了。设置腰射就你我设的是鼠标侧键，你弄个自己按的比较快的地方就行了，尽量就好操作。Hello， 有人在吗？我操！还有打狙的，情况比较复杂。我靠，一群特种兵。啊！我脸上是不是一个人走过去了？兄弟，过来拉他，拉一下，可以救。拉一下，可以救啊！算了，我把他补了。怎么没人来救啊？我靠，这么不团队的吗？这些人，一点团队精神都没有。摸过去，山上还有，这个人打到你，我脸上污还有，我脸上污的这个人没有喷子。上边是倒了人的，这能拉上去吗？这个，我感觉他拉起队友上来干我，他不会架我过点。现在过去他们两个人拉起来，我就死定了。现在还是不冲，冲不了，冲上去他就拉起来了，看已经拉起来了，冲不了。我操！一个架我，一个扔雷啊！他如果打我一枪，我就死了。啊？这还不是一堆了？我操！又有车划过来了，山上。要不要带把狙呀？我靠！这需不需要带把狙呀？但是怎么飞起来了？
蛋，我以为是人呢。感觉都挺会玩的这一把，这把的对手感觉都挺会玩。还有个架枪呢，左边那个先不管他，看能不能拉到右边上去，把那个九八 K 给他摸了，找到突破点。我操，没秒掉马枪了。情况很复杂呀，我分不清到底死光没有，我这个是跳杀了。哎呀，好烦呀！就跟着给他架枪了，我都不敢打他呀。这架枪的距离太近了，我漏基本上就是能打中，就要吃枪子，有点难操作了。可惜了。总是见冰红眼，风若起，水中月，扰乱了黑夜。是谁偷偷躲藏在婴儿下，心不觉？心如迢迢，生死命悬动誓言。谢谢无双，一世天下，二少一剑。今天怎么没菊花？发哥下午一点钟呢，还有十多分钟。山海长夜白。
这没死。碰头都不死。他也没药了，他跟我拼命了，我靠。谁拼命拼赢，谁就有资格收这个二楼，这个二楼大概率会有药。哼。不动了，好好好，不动。一楼有扩容吗？真的假的呀？你别骗我呀！我看一下，哪里啊？在哪儿呢？啊，这么大个扩容我怎么没看见啊，我靠。哎呀，瞎了瞎了。这么大个扩容没看见，我靠。还在后边。别用我。哎呀，为什么这么多老六啊？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我过马路他不打我呀？为什么进了房子才打我呀？一下飞机，这把还赌吗？赌什么？不会赌吃鸡吧？赌吃鸡我直接认输了。咱们这技术吃鸡确实有点困难，今天上午也就吃了一把鸡。兄弟们都看到了，十四杀吃鸡当然失牌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过年了，看情况嘛，行。
改名为牡丹。不用不用，直接跟发哥组一个组合，就叫麻花组合吧，怎么样，兄弟们？麻花组合霸不霸气？我们是麻花超甜。有点尬。我操，卡我一下，完了呀！喷子一定要捡。追，追不死你，追，喜欢追，给你打飞，给你打进坑里边去，追。喷了一枪打药吧，兄弟，别硬撑了，别硬撑，你中弹了，兄弟。别硬撑啊，我知道你痛。是啊，给我个包，我没包啊，原来。舔了队友的包。N 贴麻花，挺霸气。拿个手枪没有？我打倒那个人是拿的物资。N 贴麻花，看一下他们用什么战术。主播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卖屁股的。上来就是，兄弟，包颗闪，带点脑子，别硬冲。谁家的房间？操你妈！这个狗子的这个，操你！这操你个妈的！来骂我，宝贝，骂我！快点骂！哎，怎么死这么快啊？我操！我这地震了！没事没事，摇一下正常，哎，经常这样摇，不跑了，来嘛。
不跑了。是呀，我在成都呀，成都的兄弟，刚才感觉到没有？我靠，摇得好凶啊，差点把我从椅子上摇下来。刚准备跑，突然反应过来，这好像也不是多大个事。刚才摇得很凶啊，兄弟们，摇得很凶，真摇得很凶。刚才差点把我从椅子上摇下来了，真的很凶。刚才摇的，真正的。等一会儿你们看那个新闻嘛，你们就能看到，摇得挺凶的。应该政府还比那个等级还比较大，抛下你们，我命都快没了，我还不抛下你们。赶紧跑，小命要紧。尬住了，人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了，完了。人在哪里啊？人在哪里啊？我靠！哎，来车了！来来来，兄弟！来来来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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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我这送，别去红楼，来我这来我这。对对对对对，来我这。没大逼死，希望不是三喷死一个就行。对嘛，来我这儿送嘛，嘿嘿嘿。继续，他们应该以为我换位置了，其实我还在这里。兄弟们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扔颗手雷，然后被我喷死。哦，没了。送给我，乃是乃是。哎呀，还好他们没去红楼，去红楼就是别人的人头了。来了我这里送，好兄弟，摸摸鸡。刚才红楼的人也很急啊，他们一直开枪，想让他们过去。
哎，但是他们没过去，他们来我这里送的，好兄弟。那个你个啷啷当，你偷偷的想我，这条猫在红楼应我呢。但是咱们这一波要过这个过点，为什么呢？到点了，兄弟们。他不动了，怎么办？他不动了。不动了，怎么办呀？这不动有点难打了，是一个脚步啊。我靠，人呢？啊，我丢你老母啊！来呀、啊，来，硬是我来。悄咪咪上去，我怎么悄咪咪上去啊，大哥？有脚步的呀！小飞棍来了！透视，兄弟们，往这里扔。三楼好像还有。咱们就是透视。身法，这就叫。
我靠，要什么大鼻屎？好久没用妹控了，兄弟们，给你们表演一波。我的妹控就像挂一样，真的，我一般不用的，因为我的妹控像挂一样。看这些人，有八倍也不给队友，队友拿的妹控他也不给，就要自己用。三节包都没有，好肥啊！我靠，换个甲。三姐都被我日爆了。这不四圈毒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不急不急，兄弟们死不掉，相信我，好吧，相信我，死不掉，死不掉，我靠，舔包舔上瘾了我。死不掉死不掉，能活能活，但是咱们不能开车了，开不了车了，没办法了，车在南楼那边，刚才撞我那一队友，没办法，不开了，不开就不开。哎，有车还行，这个好像有胎的，不换头吗？不换。死不了死不了，急什么急啊，死不了死不了。十多个包怎么死呢？离圈又不远，死不掉的。我靠，舔包舔上瘾了，舔着舔着发现怎么这个毒怎么突然变了，那个灵光一闪，我靠，咱们就猛掉血了，问题不大。这个圈腿的话勉强可以那个啥，勉强能打，好吧，咱们还有远距离作战武器，没事，说就让他说，好吧，咱们包多，好吧，还有八个包，随便你读，有的是药。今天我就是药神。我靠，好痛啊！怎么办？不会死了吧？不可能吧？应该不可能吧？还有七个包呢，加油！应该是能进的，好吧？凭我30000加的游戏时长，我的游戏经验，它应该是能进的。节约一点大包，血量计算精准一点再打包。刚才打的有点早了，有点浪费。不可能死，不可能死，不要急。三分之一血的时候打包，就是现在，精准计算。就跑个毒嘛，怎么可能跑死呢？对不对？看到没？这边进来了，还有五个包呢，很健康。咱们现在，那说这么慢，哎，哎，活了，十多个包活了，兄弟们，吃鸡了，吃鸡了，要吃鸡。左边这边还行，腿子打还行，咱们是消音妹控，别人不知道哪里打的。老六应该不可能了，那边有三，已经听到是大概是三队的枪线了，应该差不多都在那边了，八个人，这空头就算了，捡了回不来了。没有烟，有一颗还行，但是我把雷扔了，主要是想舔包，没办法，包不够，刚才进不来的。哎，这个人好像不在房区，
可以偷他一波。厕所还有，不着急，打掉一个，另外一个补不掉的。我靠！死光了，有人帮我补枪了。死光了，还有四个人，四个人应该不是一个。我操！哦，应该在大仓楼顶。我操，差点被他弄死了。哇，这小妹控可以啊，但是你小妹控要了我大妹控，不好意思了兄弟，我只能跟你说，这把鸡我吃了，你吃个鸡吧，我吃鸡你吃鸡吧。一打四，不会还有三个人呢，那包不好舔的，不好舔，不想冒那个风险，这个妹控好准的，这个小妹控。咱们今天上午那把十七杀就差一点吃鸡，就很可惜。哦，也不是差一点，差几点了，第三名还是第四名。咱们先把防区占了吧，占这个坡也行，其实他们有车，那我直接占防区。不对，肌肉跑车只能装两个人，还有一个人在哪里？有可能是一打二打一，并不是一打三。完了，打不中，空烧的走位。这个人不知道是不是一堆的，不好说，只能说不好说，好吧。我操，大逼死，完了，炸倒一个，把队友炸倒了。直接完成弹是百十四杀吃鸡。渣哥在不在？行，谢谢元宝冷老板的100架飞机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。祝老板官运财运桃花运，运运亨通，大财小财，意外财，财源滚滚，福气多多，快乐年，万岁圆圆，微笑甜甜，入睡甜甜，醒来晨晨，日出玉桂，日落见财，事事吉祥，岁岁平安。祝老板永远不死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么么鸡。兄弟们，今天直播到此为止，下集下集。能打肯定打了呀，操！看我们能不能打出结果，我们占了他半壁江山。
妈的，他咋不漏呢？房顶那个还在。房顶那个没看到啊？他还在。那标个点，我那挨了一枪。倒了，房顶倒。不行不行不行。哎，老子闪没闪到啊，我操。但是只有两个，只有两个。加油！你怎么上的时候道具都不充不给啊？我肯定给了道具的呀，不然我会那个啥吗？我给了伞才上的。这个地方用雷炸呀？没有雷啊？我有啊。嗯，一分，加油你们！都怪这个逼他妈的看电视，操，害得老子没睡好。我买个震楼神器，把老子震回去。这个人是真狠呀、啊，放你们全上去，等我过来是吧？我没从一楼上呀，我从旁边上的。菊花在哪里？你还没开包吗，菊花？开了呀，他直播间不行了，那一波没打完，我他妈怎么会是我呢？二 B 吧，但我现在还没打完，打完了呀，开了，他开了，今天睡一天觉吧。直播睡六个小时，晚上他妈挣他血了。哼！我弄个手机支架，放旁边，在仓库旁边放。你买个震动神器，然后用一个星期，然后在七天无理由退款。
他那怎么有个坑呢？都得吃了再说呀。我操！这死棒子的他妈的邻居真恶心。消音都这么准，我操！下次看看棒子视角呀。啥意思啊？这些人？鸭子人呢？没开麦啊！我操，这边有开箱子那个迷你。我都看看那个 B 的视角，他枪很准吧？我看一下。你就看他视角，他这 B 都杀五个了。杀五个了。那个点车那波你没看吗？没看，我看着你啊。在我心目中，你就是最衰的呀！我怎么能看别人的视角？下面烂尾楼，我刚才看着没人，有人吗？现在？下烂尾楼啊！我操，你们踩在上面多好啊！别说要下，别说要下，打了一波还有300，这逼投资物带的好。有没有可能他捡不到？这个棒棒说世界如果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，好了大红色，我牛黄还在缺这跑了这杀的吧，打他呀老陈，打他呀，不如你吗？我键盘上沙拉米他妈的放在机上就是比较强，这个沙拉米有个成药他可以了，熊啊你傻！我怕他直接把车开走了，我跑进去不就完了吗？又不远。啊行，别到时候死了，你妈又说啊，这棒子他妈把车开走了，操！再不说，下去下坑，下坑。你要不下坑，你就把长腿王搞了。
哥们刚才是在隐藏。在外面，我听到了。我是棒子，我是棒子。在外面一个箱子里面。哦，不对，反斜，反斜有人。哇！反斜有人。一个反斜。二标，两个以上。之前被别人打倒一个，然后棒子 K 了个头，还剩两个活口。棒子 K 的我的头。刚才拉到左边右边都可以打。两个，两个，两个。完了呀！香菇，他妈的，老子躲在车后面，怎么打的我呀？牛逼枪，就是牛逼。我这他妈的眉毛上长了个痘，啊，一按痛得很。扣十六，扣更多，我他妈都赚二了，我操！我都赚一了，你能不赚二吗？有点意思啊。小王退货的来了。用过的充气娃娃还退啊？兔子终极学院套装，好看，我觉得可爱。觉得呢？She take my shirt off, put my hands up. I pull her head back. You know she like it rough. Love any. 倒的和退的都有。I like a thick girl with a big booty, small waist. 给女朋友买一套，带劲。I like skinny girls with them A cups, long legs with the. 退了吗？Yeah, I like a big girl that can cook like my mom. She know the way to a man's heart is through a storm. I like an innocent girl like a turn out. I like a freak chick already turned out.Take a broke chick that I can upgrade. I dig a thug that broad that can dress up. Quick to fight and fight in every time I mess up. 胖子去做核酸了，胖子。点很多啊，基本上。
了，那我们叫小弟，先把小弟叫过来打两把，等下胖子回来了呢。小弟不是上麦的吗？Show me what you got. All types of shapes, size, and weight. Take them all in my palm, put them on a dinner plate. Can't pick one, too many in my face. So I wrote a song about who I love. I love sexy, nasty. So much. I think I'm lesbian. I'm just being honest.兄弟们把这个哎呀呀你个头给他点点举报啊，给这人点点举报啊，让他全站禁言一下啊。他说啥呀？危害公共安全，危害公共安全，给他点点举报啊，兄弟们直接超管点举报，有鱼丸可以领啊。这个逼是送鱼丸的，兄弟们举报成功有鱼丸可以领啊。到时候举报成功了，你们可以领鱼丸的，贼舒服。滴个眼药水，那眼睛看不清东西。等你们举报了，可以领鱼丸了。感谢暖心男的办卡。不荣耀吗？哪里领斗鱼给你们发？报成功了，斗鱼会给你们发，会给你们发条消息，然后显示你报成功，感谢你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再发你100鱼丸。你送了吗我？哎呀，是有点怎么了？你举报那个人纯粹为了那100鱼丸啊？捡不到雷呢，今天我操，上把也没捡不到，我又捡不到，然后再叫他要丢的是个雷的话，我都不用死。一巴上把我两颗雷，三颗雷，给教堂炸的麻麻的。总算他妈找到了，我认。这两个枪口。多个吧。虚枪口要吗？打都要，缺两枪口。
步枪带一个鸭子。带了呀。OK OK。带了给你个狙的，你不都毕业了吗？操。是的呀，我找找看还有没有道具啊。现在一颗雷，再找两颗雷。找那个狙枪口，光丢哪儿去了？学校怎么连个八倍镜也不给啊？今天有麦凯伦。别提麦凯伦了。那我估计又要发了吧？还用前身吗？想搞他那个，想搞他那个亚服的麦凯伦，然后号被我封了，封三十天。对呀、啊，这两天现在直播间都不来了，老头啊！啊，现实的吗？游戏里面亚服的。我知道啊，我说他现实的吗？哦、他亚服的号被我封了三十天。我说麦凯伦是现实的吗？永久。他就是想第一时间搞，懂了吗？接我活动现实是吧？不现实吧？用经验升还是用充钱升啊？还有升级吗？撸啊撸那个，还是直接买了就行啊？通行证有代币知道吧？打通行证有代币，然后用代币够好个屁啊！不好。通行证的任务能白嫖基础款？走吧。我觉得应该得圈点钱吧。怎么都被死了呀？我觉得至少得靠这个麦凯伦圈点钱吧。狙枪口不要了，我捡到了。其他款可以改颜色和轮翼、轮毂。他妈的，这是赛车游戏还是打枪游戏啊？还能改颜色和轮毂是吧？我没啥改的，可能是因为我穷。模仿和平精英是吧？丢枪口鸭子。太离谱了吧！自己发一个逃避开车包。反正我肯定有送个15000 GB， 明天我先上号开个箱子搞搞看看有没有。别再买通行证了，可能送啊。OK OK。这地有车，非要去他妈烧。要不你把 M4 等一下，我听一下，我拿一下，看到了。你有病吧？哦，是啊。来撤了，来。快走，快走。是不是群发跟我说的啊？他微信跟我说的。打谁呀、啊？把你走出来，不会怪我吧？哎呦，这摇车，借反斜去看看呗。这边反斜看看呀、啊，这右边右边，看能不能看到，看不到就算了。能看到。一会儿那个，来。
么肉啊？走吧。这么肉啊？走吧。第一场来吧。我说。一个都没倒啊。我打了一枪，走一枪，身体没倒。真肉啊，这都没倒。他这个防区还是去那个那个那个。有人了好像。有人楼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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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看到了。楼顶有人，我看到肉肉。反斜击不停了，没听到吗？听到了，停了呀，他要丢雷啊！我跟你说了，那你往洞里跑啥呀？出来啊！又来一个跑车，进洞就真没了。进洞等会儿没，先三万现在没。啊？怎么选，徐哥？不进洞，不进洞，进洞真没了。左上角有一个啊，我把这个车开了，老沈前面那个倒了，打药，我打药，人在哪？人在哪？哇，可以回了，可以回了，他们两个人在山顶。山上那个呢？回来。OK， 我回来了，我换个车再回来。进洞就真没了，我跟你讲。这车是好的，但是没油。没有油，洞里没油。捡空投去了。别的吉普出来开上，别的吉普出来开上。这他妈待会刚刚进洞就真没了。停车了。刚才这个枪杆他是真的，直接两颗头给他瞬间带走。抓不进吗？我是你妈。真鸡巴傻逼啊！这死棒子。洞里没有油是吗？没有。他妈太泄了，我操！在他妈飞机坑还要泄。
踩出来了，踩吧。早上以为换了个档次，结果换了妈的四亿的，一四亿的。我听没听好，他都不准卸。那我卸他的，他不准卸我的。一个独狼，要上去打吗？我这边两个，两个，两个。一标是吗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下面的，下面。两个啊，啊，头上也有一个。你要封烟救队友，要救队友要封烟。跑了，跑了，跑到那个这边去了。这不耽误我 K 分吗？这边。跑掉了，跑那边反斜去了。左边左跑右跑的、啊。又跑了，又跑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不知道情况。我的右。你那个击杀没跳吗？补了，补了，补了。山上那个没跳。MK 那个。没跳，没跳。MK 那个。没跳，没跳。去前面反斜看一下视野。我这边干什么？你们要开路人的车？坐大车他还要撞我。好了吗，鸭子？啊！有人疯狂 Q 我！石头后，很残。我打药。他要倒这个雷。倒了，他倒了，被我炸倒了。那个乙的那个人死了吗？死了，死了，乙的那个死了的。山上还有个大炮啊。人头被捕了。还在鞭尸。我操，点个烟出事了、啊、点个烟鸭子。我刚才讲的是我不是你们没有烟啊，二倒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他出事了，救不了，救不了，为什么要被那边打、啊、我被他把左边山顶打的，别挡我，别挡我，别挡我，卡住了。别对了，别站那么高，来我坑你。我这应该再点圈。都没
加油，没有油了呀，怎么加呀？这不还有台车吗？两台车应该有一台好的吧？来来来，地上给你两颗烟。啊他妈，左边那人真贱啊！我被他妈左边打的，在这儿，一个光头仔。还来，贱死你了都！两个路下午刷出来了，我们可以看两个路。哦，我还有个烟枪，我他妈想起来了，但是烟枪太慢了，没用。你离远一点打呀，你看这个角度打起来正好马上起。在这，在这。我走到你脸上，我在看清楚你的情况呢。左上在架，你不对他都要打你，你不对，看到没有？他一直在瞄你。这不是铁架架的路吗？我操，爽一批啊！四标，你注意四标打你就完了。那出来甲胎库不就无了？那全在甲胎打，你妈能不能瞄准点打呀？那死棒子就打甲胎打头了，没有上盖棒子有质量的，以前都是遍地找头。妈的，他是不是隔着树叶偷你啊？我们也要跑圈啊，这咋办呢？我们跟他们都要跑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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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前面半坡呗，就这就这，右边点，右边点。气死了吧！他们门口还有他妈栏杆给他们挡住了。哎，我看到胖子来了。我他妈刚都说话了，我操！都来了呀！我他妈变黄马了，我操你！喂，你又没出门，为什么会变黄呢？不做核酸。谁他妈知道啊？哎，昨天刚说要黄。让我等通知登记黄码，没把你隔离啊？没有啊，要登记了，等通知做核酸。你好能舔啊，这个白开水，操！不乐意。小心你们头顶哦！我就是过来蹭头顶，我看到了。这树，对，这个树，没
这边有啊，这边有啊，单标有。二标在圈，二标就在圈了。往前顶一点啊！往队友那里摸，你们开车往上面摸，往队友那里摸。最后的开车，最后的开车。先到近点，到近点，我再开车过来。可以开了。那边那个架子我让我有些许难受啊。来，我们上去把他打了呀。来了，头上来人了，六十方向。我操，老过来摸人的，你直接把车顶过来了。不带圈啊，他不带圈，他不带圈，又他妈打圈外，二 B 吧。这为什么叫圈外呀？你把他偷了就完事了，不需要帮了。我掉了，他就是圈了。我不掉，我是圈，我掉了他是圈。刚才我在你们那。别说话了，找那个妹控。人在上面，上面树。天空一张德在这儿。但是偷不到侧身吗？他见，我知道他就在那儿，没路给我。石头我能顶吗？小白，小白，不知道。哎，我这边摸了一个，完了。就是那个没空。不是不是不是。二打一了。二打二，二打二，二打一，二打一。二打一，二打一。一打一，怎么翻？我没有烟点，我肯定要找烟点。这不歇逼了吗？哈哈哈哈哈哈我没办法呀，我操。笑死我了。我要有一颗伞就好。真菜，这怎么操作呀，我操，换你来。发包吧，菊花。我发什么包呀？我懒得发。你被偷了呀？本来我们三打一。你都说偷了呀？你偷了能怪我呀？那不管不管，被偷包发个被偷包，不谨慎。我才懒得理你呢。要发他妈的也不是我发。发个不谨慎包。我是被偷的，有人哎是知道我被偷了还死的啊，不说是谁啊，谁啊，发包，谁不说话不就谁吗？我吗？这波跟我有关系吗？啊，我把上面打了，我跑到下面掩体打药，他顶上来我就死了。
而且我们那不在圈，你问小白，小白那不在圈。你要我说公道话不？说嘛。打了上面的李立功，但是我们二打一，你干拉了，有点不谨慎啊。实话实说。我没地方拉，我要打药。我不是干拉，我要打药，你懂吗？我看着旁边那棵大树躲不了吗？我就是到大树的呀，被打死的。我就是到那个大树被打死的。快到那个树了，他直接就打我了，然后我还真打了一下，然后跑到还是跑了一下，还是死了。这波我真飞不了。我一直问小白我那个石头能不能顶，然后我就顶那个，不知道呀，我没有信息，我咋给你回报啊？然后我就没去啊，他正好露出来打我。我的意思问你能不能架，你能架我就去，你也不都架不到，全是树，全是树，全是树，架不到都看不到，说架不到不就完，你回应我一下懂吗？能架到我就会说可以去。可以说现在是狗窝啊，比较乱。哎，你是不是也喜欢这家？皇马呀，皇马。皇马要加呀。我有个比较业余的问题，两天做一次核酸是吧？好像是两队啊。啊，人那么挤，不会交叉感染吗？不止两队。有啊，我们这有人抢。我手枪。那边还有一个蓝图，还有一个。啊！这也敢跟我说？我俩啊！俩一个。你不会还想活吧？有这个想法，他妈这个逼！我都准备枪我了。用俩。不怕更深，就别怕更伤。上来就 OB， 他妈来屁哟！呀，没事，等着收飞机。他是不是做核酸起太早了，想他妈偷懒睡觉啊？鸡巴！我这边来人了啊，砍一下，好几个人，要帮我架。我等一下。这边过来了，菊花，到这儿了。在里面。房顶上有人啊，这个房顶上。我想出来出不来，没枪，我刚才一把枪没有，幺六十五发子弹。
那我在不在腹背受敌啊？不帮我架我也要死，不帮我架我也要死。看我在哪？我冒死出来。就是为了帮你架架架架个七八。我们两个那边打得好好的，你赶紧死吧算了。不是一队的，炸倒了。还是不是一队的。两个队，我落地就说两个队。我确实有点穿越挡台。哎，那别管了，死了就死了。妈自己的保不住还帮队友架。人都不知道他位，他妈的都不知道他位置，他在这里叫叫叫，我真的。如果他们从那直接冲我，我就死，我四个人，我毫无还手之力。这边你自不死呗，队友两个死了呗，帮你的死了呗。行行行，怪我怪我怪我，我不该忽悠。他妈都不知道你位置，我都不知道你急什么。他知道我位置，看着我落的。不信，他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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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摸过来被你打死，他知道，他知道。知道摸过来被你打死。奥迪四钻，你妈了个逼，老子赚三了！如果我冒险成功了，可能还有的打；冒险不成功，就他很急。掉的有点多了。你是魔法啊，你跟我没关系。老他妈赚三，我是不有你的好 homie 在陪着你吗？
上去。为什么？感谢反馆的两张慢卡。这是清淡理想的慢卡。就别怕，哎呀，我到这样，我他妈回去时间又耽搁了，我日了，变成黄马，黄马转到绿马需要多久啊？说了，你多做几次核酸就好了，还不是得他妈耽误我时间，操了，巨烦。你很急吗？你回去有啥事吗？没事，但是很想回家，很想回家也不差这一个月的呀。很想回，我说实话，你要真是个我说的那种，你要真是个无症状。你回去了，你看他妈人家一口唾沫能不能淹死你？什么鸡巴无症状啊？老子门都不出，无什么症状啊？他不是说你不出门他就传染不了你的？哦，老子不出门他还能传染我？你妈的！你是真没出门吗？啊，我没一，老子门都没出。谁出去吃饭了？我啥时候出去吃饭了呀？谁出去约妹妹了？那你妈多久之前了？还没封之前，我的都。潜伏期很长的哥们儿，我跟你说这个，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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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机场圈吗？操你妈！怎么艾伦哥全是机场圈啊？操 ，M 系列都没有啊！我这又打 M 四了，我这。不是你的问题。栓子吗？菊花。我有，我有。啊、哦！有人偷吃我贡品，谁呀、啊？我问一下，这个车衣是不是又被人收了的？收了呀，咋了呀？我求你，能不能不关门啊？关门个人习惯，你还要非要管人家个人习惯吗？队友又进去收他妈一次就很开心是吧？建议行不行啊？求你了，沈哥。行。每次进去我收他妈一半，发现是被人收过的。FM 屁股扩容啊，握把。断弟弟，求你了，真的。我他妈进去一看，哇，这不对劲啊，有点干净啊。现在惹不了白哥，不敢惹。真不是惹不了，我求你了，哥给你跪一下了，行吗？我操，求人倒用哥呀，哥给你跪一下了，我是弟给你跪一下了，弟给你跪一下啊，什么意思？你想一下，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他妈哥给你跪下了，我们他妈讲道理啊！走了呀，真理解。白哥，但是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的个人慢慢改，慢慢改。你在那关鸡巴呢？老子跟着你屁股后面，你都把门关了，把老子拦在外面。有病啊！你说你打单吗？那关真的关一下门，我肯定理解。是吧？补偿，做个补偿，做个补偿。不要。五八哥死就别怕感伤。
我也和你像阵风一样。伤害人是吧？免得10万块钱以后他妈的歌都唱两句。感谢新尖的小画家。有人疫情吃泡面，胖了30斤哟。那咋办呢？那他妈咋办嘛？太黑了吧，新尖呐！你这有点没逼的呀。那咋办？我也有人。等着呗，在这儿，万一刷回来呢？行行行，把船守住，都可以尝一下。破翻。妈的，一个大包都没有，气死我了。唱什么？唱歌也要管了吗，渣哥？不能管吗？唱歌都要受管制了吗？有没有可能我在念经？哇操，真没有大包啊，一个都没有啊！翻得一匹，回不了家。对面有人。吸回来，吸回来有点爽哈，吸回来往 B 中心点，吸回来，有没有可能吸 P 港那边去？吸不了，机场圈儿，那不一定，哎呀，一半一半。恭喜信件喜提两个山水画。我觉得下播还是阴阳圈。你觉得是就你觉得是吧，你多多扩容来给我一个呗。哦，我操，快走吧，还是怎么没有没有等到啊。他妈的这个圈真搞人。登陆，我们要不要绕到后面上岸啊？妈
啊，这上岸好像有点不太安全啊。钓到吗？喂，拿再打，拿再打。幸好没从这儿上，我操！啊！别还手，别还手，别还手！不动，我在晃船，不动，不动。船要大了。好，现在可以还了。不玩了，血亏。装逼。你这才玩多少？才玩才送了10个，怎么就血亏啊？前面站一堆人，送福袋领鱼丸。他跑，我跑了，兄弟们。缺背镜啊，缺大高背，不缺高背。哦，这还被人收过呀，又没大包嘛，那岂不是？我他妈也知道空投啊！啊！看到有人，你们还要我看了一下，然后差点拉出去打人了。有狗啊！完了，这他妈不干了，给了。能不能从这边绕啊？赶紧从前面绕了，要不绕进去哭了。八倍，他在树下，我看见他了，你走你的。人家吗？你不走，你怎么玩啊？要不就往前顶，你把他打掉，我操！前顶顶不过去的，你妈一点也顶不过去。对啊，现在能跑啊？这个兄弟也不一定能打。完了，海边还有人，我擦嘞！你开船应该。操，前面有人，快左拐！不是不是，就是船。我擦嘞，有车！这有这有树，这有树，这个树能挡住。别打车，别打车。瞎逼了，要给他们打了，我说实话，那么对吧？鱼死网破啊，对倒了就机会来了，绕不开了，这堆人已经顶到这里了，顶到这里了，要倒一个我就冲，屁股还有船上岸，我靠，拉出来卖，我操。先没开箱，亚雷吗？不能顺便开箱的，我们后面还有另外一队，你忘了呀？屁股有船上岸。高了，嗯，难受。先别急，你在那挤啥子嘛？完了，左边，左边，石头，完了，
这个石头我架着，这个石头我架着。亚雷吗？好幺零！回大包呀，家人们要砸了！掉两个，完了！也不慢了。左边掉两个啊，得放下去拿那边。你们要去那边拿车了，左边掉完了。亚雷吗？我二十个绷带呀、啊！给我包。哎，没法了。这哪过得去呀、啊？是吧？都往那边走了，他们打起来了，快跑！快跑，去拿那个车。小白干啥呢？掉线了呀！我听不到我讲话呢。哦，那不会吧？我们来狙死他！你死了都！谁打的我呀？我趴在树下都没动啊！亚雷吗？亚雷吗？亚雷吗？我怎么又死？他都得死在这儿！妈，我怎么又死？亚雷吗？别打我啦！哈雷嘛！你先我的吧，我包里还有两个，还一两个我包里。我不傻了吗？一圈真恶心。看着不像，你妈这种圈啥办法吧？